好，我是李佳娜。Hello。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扭蛋。扭蛋，有好多个哦。皮卡丘。皮卡丘。来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扭蛋是什么呢？哦，要介绍的是这个森林家族系列的扭蛋哦。它这个有五种哦，有溜滑梯的，还有荡秋千，这边还有什么？梳妆镜、洗衣机，这个是什么？家里吗？那我们打开看好不好？好，我跟姐姐一起打开。好，妹妹拿到的是这个哦，绿色的窗台，转过来，它是里面的家哦，这是客厅，有一个爸爸穿着绿色吊带裤的爸爸，然后再把房子的屋顶盖起来，它就长这样子哦，有没有很可爱？有。换姐姐这个是什么？它是那个游戏间的。游戏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。姐姐的是游戏区的哦。这是底下，然后在中间再兜上一个像椅子一样的，然后再把溜滑梯扣到这里。溜滑梯啊，玩是玩具耶。对呀，兔宝宝上来。爬格子，很溜滑梯系列的哦。它不是分开的吗？好，再开下一个吧。来，妹妹的下一个底座是这个，再加上这个，变成荡秋千呢，还给小朋友放在上面，然后后面有个可以推，你只要轻轻的推这个，它就会动咯。哎呦，跌倒了耶，蛮可爱的。来，妹妹给你。好，下一个，姐姐的下一个是这个房子，它这应该是房间哦，你看有书桌哦，书房吗？还有一个小桌子，然后再把镜子斗上去，就变成梳妆台。那我们再把这个放进来，然后呢，梳妆台当然有一个小椅子咯，把它放进来，小椅子放进来，再把妈妈，是妈妈吗？还是姐姐？妹妹。穿着黄色衣服的洋装的小女生放进来。奶奶，她没有胡子啊，她也没有皱纹呢。好，她长这样子，组装好是这个样子哦。妈妈的，妈妈的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我们还有哪一个没出现？它是像这样子，进去之后是这个样子，看起来很空旷哈。它其实就是洗衣间，要把洗衣机放进去，然后再把粉红色的，蛮可爱，把它放进去。这是妈妈，她要洗衣服。好了，长这样子。好，可以一起玩了吗？我跟妹妹，我跟妹妹借一下这个玩了。荡秋千啊？那爸爸要干嘛？爸爸去玩荡秋千。我要跟妹妹一起洗衣服。哦，荡秋千太高了，爸爸头顶住了。那爸爸不喜欢，爸爸跟妹妹一起洗衣服。哦，好吧。他可以把它全部组装起来哦，就像这样子。变成三层楼高，再买一些的时候就可以变成更高层楼了。然后这边还有游戏区，有爬格子和溜滑梯，还有荡秋千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下次有看到可爱的森林家族，再介绍给大家好不好？好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妈妈还可以玩吗？可以啊。我